来人！被老子抓到你就死定了！你们是逃不掉的！我帮你解开，先停一停，一个一个打倒了。引开，然后把这救走。他想，肯定藏在这里面，先把那个大冤再走。哎，哪位来人啊？是个毛线。是吧？我去那边，你在那边。对，哎，老板娘电话让他来处理。进来，我去那边。他在后面，这么让他出来，然后把他大冤就抓住，把他卖了吧。对对对，我去那边。肾多了，还有他说眼睛全都过了，先把这个除了先。妈的，里面一干不多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手机不在这里吗？妈的，同胞，把他要不要把他叫去？想逃跑啊？说呢，绑好这个肯定跑不了了。王老板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这些两个三个这些货都不安稳了，
刚才你又打电话催了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立刻把妞带到你们锁定那个地点后山那边那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拿现金60万。好，总知道必须的，到时候屌货继续给你，咱们合作愉快。他说了，叫我们把他拉出去，行了，拿钱，走走走，拿点。先把货出了，拿到手，那个钱才是我们的。如果顺手怎么搞出去？要不搞起，能咱们拖出去？你可以，他就不会。开！天亮了，金金，天亮了啊！居然想干活宝，你找死是吧？啊！再好拿着你行吗？本来给你们潇洒活了一天两天的，现在你们既然那么急，就把你卖了，然后回来再慢慢治理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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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大，林妞，过来。逃跑了，洪涛，你先帮我解开。一队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钱呢？能跑不掉了。好多钱。这次我不知道被你们高人给打死去了。你不逃，等下把你们两个卖给那些走佬逃去。哦，好不好心？你们继续在这里装晕，我先走了，起来。把他们两个引开，你就说我跑到外面去干什么？你们装下去。妈逼的，怎么回事？哪里？哪里？跑到哪里去了？妈的，我跑到外面去了吗？不可能啊！我等下来那个人都来了。哎哎，姐姐，那他来了吗？听到了，这么干什么？你还来脾气是吧？啊？顶嘴是吗？啊！哪个男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呢？跑去外面了。他怎么点开箱子了？是不是你们？不是。谁来了？啊？不是。就跟我跑到这里来了，还不是？肯定是你们放跑的。啊？没想到他们救你。他叫我帮他解开，他就跑外面去了。原来是你。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们。山高皇帝远的，怎么办法呢？肯定他肯定是说谎，不可能，他帮解了，不救他们出去了，肯定在屋里面。你在这里继续混，我在那找这个房子，全部找完。行，我这里看着他们。飞龙，你跑不了了，给我出来！飞龙，啊！跑到哪里去了？你哪里？居然跑到哪里去了啊？没找到吗？没找到，找完了。这个屋子外面去了。你看没有？这个屋子都找完了，连那个床底我也翻完了，没看见踪影。估计他跑出外面去了。不会是真的吧？看出去外面，我要报警怎么办？警察来抓掉我们了。这两个怎么办？绑，看看有没有松，绑好一点，我们就出去把他追回来。追回来，长来一个。
马回去。哎，那个等着拿过来。哎，那马还能动吗？给我老实点待在这里，不然我回来我弄死你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赶紧去那个老头那去，坐不安全了，打他打门打晕。那谁呀？走走走，走远了，走。醒醒啊，醒醒啊，喂，赶紧赶紧跑啊，跑外面去了。我肯定经常他们跑外面去的，赶紧怎么跑那么近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等一下他们回来就跑不掉了。六六六六，快点